别动，张开。你瘦了，背也没有之前挺得直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本座答应过你，不再骗你。嗯。要打仗了，这次是仙月两族的生死之战，若不能在玄虚之境拦截他们，他们便能长驱直入，直到九幽。现在月族兵力满打满算不过八万，而且本座已经失去业火，离打仗还有几天？三五日吧。那也够了。什么？与我成亲呢？你上次不是把婚期定在十日之后，那就是大后天了。小老婆，长恒已被云中君赦免，富贵战神之位了。我们的婚礼呢，可以一切从简，不用铺张奢华，请什么宾客。我们就摆一桌最简单的酒菜，然后叫上商榷、结离，做个见证。你不是月族，你不需要留在这儿。但还是得做一身新的喜服，不然成亲也不像样。小兰花。除了不要骗我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忘了？我没忘。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一起面对。再过两天，我就是你的妻子了。苍云海就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